哎，你快过来看看啊！脱单便利店啊，脱单都能这么便利了，当务之急，我觉得咱俩得去一趟。那可是在上海呀，岂可岂可？他等不及了，马上就要到了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丧失理智了。终于到了，朋友们，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吧。走错了。找着门了。现在的这个情况是紧张的，我不会讲话。咱们进去看看怎么操作吧。哎呀，快进吧！小哥哥真打脱单，给你一个脱单品。哦，脱单品就是上面写好自己的基本信息和自己的理想型。写一下，写一下，快点写一下。好写好表现，写差了就是一步错步步错。一步错步步错。开始认真填写了，介绍自己活泼可爱。理想型阳光上去写好，接下来把我的这个给它卷起来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这次一定成功好吗？贴，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我要把它放进去。找到我的生日，是天蝎座，然后呢10月31号出生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我放进去一个，然后我再选一个，对吗？可以。现在我就要挑选我的男孩了。华姐，快去挑选吧。从这儿一个都不能走。惊心动魄，精挑细选。摩羯座男生，我感觉我与他还蛮有缘分的。现在我只要将他打开了，我的天哪，神奇的纸质。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会化妆的，他蛮有个性的。好了，我加他微信了，加上了，未完待续。